噴射前速對炮彈口径。啊，陈碧琪，麻烦你递个杯茶嚟。哇，你唔好以为派个利是俾我就大晒先得噶，你睇下你啊，新年啊食食食食到心广体胖啊！心广体胖可以减噶嘛，新年唔食嘅话，点对得住自己啊？哇，好彩佢哋咧唔似你咁放肆啫，如果唔系，点 keep 住个战斗格啊？你个衰样都冇战斗格啦！星期三晚，两匹我的挚爱新星将会在二班千二米赛事嚟个极速对决。第九位的子弹马浅照赢，今季五战全入三甲，在谷草更加是两战全胜添啊！而同场的第十一位文武为扬，今季五战谷草飞冠积雅，每次都凭凌厉后劲赢马噶，堪称极速爆发王。呢两匹快马今次大比拼，大家要记住留意啦！夜妈妈喺度耍咩太极啊？咁你话我肥啊嘛，家系咪仲有运动减下肥咯？你耍到咁慢，点减肥啊？睇嚟你咧都系急需一啲又快又劲嘅能源，差下电啦。乜嘢能源呢？哈，就系扬威杜拜嘅电光能源啦。电光能源日前喺杜利来擦骑之下胜出杜拜美丹马场举行嘅三级赛千二米新大家短途锦标。而近两年内，狮头凭年华新辉极奇妙，电光能源在世界各地赢出新级赛的练马师姚本辉，更加打破了艾伦、岳敦和告东尼的纪录，成为扬威海外最多的练马师。一蚊一斤鸡，一蚊就一斤龟，你说鸡贵定龟贵呢？龟天人有啲咩鬼计啊？唔系鬼计啊，系天意。雞人今年就犯太歲，會有好多變動同阻滯，兼且咧會有血過之災，仲會破財。況且啊，十二生肖裏面雞同埋龜咧差唔多陰嘅，係時候勾佢到我上位啦。嚇、啊，唔係噃，雞人我一早叫咗佢去洗牙、驗身、抽血，去化血光之災，去多啲喜宴去沖喜，再帶埋屬豬、羊嘅飾物嚟增運。我啊，仲介绍咗啲属龙嘅贵人俾佢添啊！兔女郎，你咁帮佢，你同佢咩关系啊？唔话你知，等你心思思。哎呀，喂喂，讲啊，咩关系啊？喂，我都系时候翻去做星期三晚夜术啲功课啦。系，我未差够电啊，你走先啦吓。诶，你搞掂埋啲功课佢啦，唔好预我啦。我仲谂住一边做一边食埋啲萝卜糕添，而家唔使预你啦，嗬？萝卜糕，我中意食萝卜糕啊！喂，你个萝卜糕翻嚟啊！喂。